生人只有两个秘招，两个秘招，一个叫做认法，一个叫做接受，就这两个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怎么可能认同？大家就是因为看法不同，讲法不同，所以才会彼此有冲突啊。那怎么去认同呢？所以认同是来自于什么？师姐听到。举个例子给各位听，就知道。师姐听到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太太第一次在那学到。